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阿宏无所都不谈，阿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是每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哈、开始。来，咱来看这个社会新闻啦吼。这个就因为笑死了吼，明嘴江面钦，这个伊这个因为是较偏向国民党吼。啉烧酒驾驶弄车啦，吼、那么54岁哦，伊54岁哦，那么。明翠江面钦昨暗6点，哈、啉烧酒驾驶，哈、那么车行到台北市永吉路上信路口，啊，要右转的时阵，无小心，哈、不慎啊，去弄到撞车啦，哈、那么虽然伊马上落车，阿公愿意赔偿。拄啊好伫个路口的指挥交通的这个交警已经看到啊，所以对伊酒测了后，吼、酒精的这个浓度每公升0.35毫克，
这个经过该问了后，将到这个江明钦以公共违反罪，吼、哦，来罪嫌啦，吼、哦，来以上台北地检署，这个浓度已经超过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都算讲公共危险罪啊，吼、哦，算讲啉遐尔啊醉就对了，啊，其实遐哪有罪，即马是严格啦，吼、哦，无那在啉烧酒的人爱遐算啥，吼、哦。讲阮家己的大兄就好啊，较早啦，吼、哦，即马已经嘛无咧坐机车啦，伊个算机车族个就对，吼、哦，伊袂用赛车，吼、哦，伊拢较早拢骑机车，较早啉烧酒会使讲伊贯穿的啦，不时都逐工啉醉甲啉酒，拢逐工拢啉的啦。啊！人伊个孙安尼奥多拜，搁较啉，搁较晏。人伊奥多拜，阿妈拢开到厝，对不对？啊！人伊讲只初过了十年，人伊都无安怎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个人伊啉酒个孙啊，啉假个孙啊，会使讲吼，烧酒对伊来讲吼，会使讲麻痹，吼、哦，因为伊个肝拢真。会使讲承受迄个酒精的这个浓度啊，会使讲无人平伊搁较迄款嘞。啊，人伊隔顿工，啊，搁要做工课啊。哦，隔顿工搁要做工课，啊，你甲想。所以嘛，使讲即马政府咧定的吼，是真严，搁严，搁严啊。哦，啊，你做下看，大家嘛小啊啉者，你无看迄种啉一罐美露。一罐啤酒啊，分落去就超过啊，对不对啦？你家想，啊，迄啉麦芽酒，在有啉烧酒的人，迄算啥？有诶无啉烧酒的人，诶，有诶麦芽酒无算啥，定来咧啉的人嘛无算啥，对不对？所以即马是总共，你著干脆，所以嘛在讲，伊即马吼，那发生车祸。啊是啥物？拢嘛啉烧酒，啊你都定了都足低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嘛有啉，你讲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车祸大家嘛拢是车祸所引起，哎，都是啉烧酒所引起的车祸，啊，都变安尼讲啊，吼、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都无卖啉都无代志啊，像阿红无咧啉酒都无代志，阿红啊无啉酒，无食薰，无食槟榔啊，大项拢无啦。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伊就无法度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来，根据了解，车祸的这个当时啊，江明钦载着一名外形真清秀的这个女子，你来看，这个记者又搁要哦，想空想胖啊，哦，看这是不是？小三啊啦，哦，这就是安尼生啊，哦。那么讲，伊咧讲是因某啦，哦。啊，即马你就知影，大家过去娶大陆妹啦，还是讲即马咱台湾嘛是同款啦。有诶，咧新闻早都报啊，对不对？即马人啊，拢较查某诶吼，拢爱较啊，查甫诶较有气。表示较稳重，事业有成，啊，经验阁有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阁有诶，有钱安尼，是毋是啊？啊，即卖人你都知影，啊，无大陆奈，大陆奈过来到台湾，嘛是谈讲啊，台湾较有钱，生活可能过得比大陆较好，伊毋再要过来。甲较早咱六七十年前同款啊。迄阵啊，拢美国啊来，对不对？美军国民团来咧遮，大家嘛拢要嫁阿杜啊，啊，迄中山北路啊，迄拢会顺啊阿杜啊，所以迄个酒吧，哦，酒楼是对倒啊设的，就是咱嘛赚外国啊钱
酒吧，哎呀，外国拢讲酒吧、酒店啊。啊，咱嘛中山北路啊，那吼，咱开甲即摆嘛拢同款啊，对不对？你无看的啊，拢色情的，啉烧酒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安尼先啊。哦，所以讲到这，就是讲阿宏吼上好安尼啦。你着偏哦，哦，伊即摆有已经敢是通过啊嘛。哦，迄跋筊迄啊，规气跋筊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跋筊的时阵呐，你无看人迄、迄这个诶，那、迄个澳门，是不是？澳门你也看，人伊赚噶，人民拢免，拢免纳税，够钱啷个摕啦？哦，啊，就参像澳门安尼啊，是不是？台湾即马就参澳门啦，上好是安尼。迄拢、拢台北啊，交警拢会当开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大家拢去播，啊，政府税收，过去我伫讲，哦，跋筊的人无要紧，你入来播，别位啊拢袂使播啦，都多声就对啊。啊，来你入来，来身份证摕来看麦，吼、哦，啊登记，吼、哦，啊你是毋是讲？这是你的钱，不是你的钱，吼、哦，你莫拢爱去清查。那是你的钱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你的用钱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无负债，好来，你入去拨，拨了后你赢，政府搁甲你保护，警察提钱保护你，甲你送，看你钱要到倒，倒送你到倒，安全。拿红抢去，政府给你赔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搁一个就是啥？这是阿红主张安尼。搁一个就是讲色情的，像较早，吼、哦，你有迄色情的，吼、哦，因为色情啥？那么来，你要入去色情的好，来身份证摕出来，看你有迄种配偶无？有配偶袂使。啊，有讲啊，阮某同意好来。恁某什么名？哦啊，什么什么？来，电话问看卖啊！啊，这恁翁要来色情啥？啊，讲你同意，敢有影？吼、哦！啊，伊若讲好，无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来登记，有无问题哦？这你拢录音哦。哦，啊，因某嘿是对，安、哦、尼，啊好，来你入去，就是安尼先啊。哦啊，当然。这个卫生问题，这拢给你把关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都安尼先去做啊，啊都无大家公交车的种，互警察啦，你啊看包倒包抢啦，是不是啊？啊你政府那不爱安尼专的公开化，啊公然扣税，是不是？安尼不是真好？啊都互这警察啊来去看的，什么的妨害妨法，起码。啊，少年的无迄个妨害方法啦！你甲看，迄路的都咧浸，都咧烂，都咧迄落，啊，迄毋是妨害方法，对毋 对？所以我感觉讲，即个政府，啊，都大家都敢那要钱啦，包括民意代表嘛是同款啦，啊，有利益的，伊就迄款的啊。所以你甲看，进前即马迄个高检署的即个检察官。这个查某，这个啊，啊，这个秀啊，对不对？你甲看，伊啊包倒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你干脆开放嘛，啊，大家爱倒，你就创一个所在，村的拢无，对不对？村的呐，抓到拢判真重刑，十年无期的，你就安尼先甲做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若要撇了，就是安尼先嘛。有价值就是爱安尼生嘛，啊你唔是啊，放咧互伊安尼，半公开半迄落半违法，啊即马政府才来贪污，对唔对？官员安怎讲？伊有权利的人，伊就会贪污啊！啊你这是犯法的啊，对唔对？啊你若无，我就要举发啦，是毋是啊？啊那就安尼，你就干脆我拄仔在讲的啊，多城啊，红化城。对不对啦？
啊，像这你哪唔去做？啊，这会当税收啊，尤其是倒扑的。哦，啊，你涉政的，这个方法啥？对唔对？那么你这拢爱做钱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因为外口的嘛是安尼啊，外口嘛真多啊，有的价值也算万的啊。啊，啊，上无嘛要几啊千，像你讲迄、那个。人生北路遐啊，遐有诶，我听讲啊，有事实无？绝对有事实。安怎讲？啊，遐都去咧站诶人讲诶啊。我嘛去有问啊，讲啊遐安尼若带出场吼，遐若过一暗嘛是迄落啊是讲礼拜啊爱偌济？遐有诶拢嘛八千，上少六千呢，甚至有诶讲啥物伊啥物卡。开到伊啊，迄个啥物嘿啊？迄个专柜啦，吼，哦、小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利用赚外快啦，吼、哦，伊个时阵呢，有诶讲都上班诶去啊呢，啊，啊，操，这种诶咱知影，啊，政府拢唔知，对唔对？拢咧骗人诶。所以有的一寡吼，我咧讲诶，迄法律第一定嘛拢不合理。你咧干脆都安尼先，都大家是毋是都游说说啊？哦，像澳门你甲看，大家免纳税，阁有钱通好摕。啊，阁迄落当时啥物哦？迄有即个新闻啊，咱台湾诶，迄社区啊，吼啊扣迄落啥物公共迄啥物税啊？哦，啊，结果一日积到的时阵呢，讲几百万啊，哦，啊，结果的时阵呢，开始大家领出来用，一个讲过年讲分一万红包啊，哦，像这种安尼就对啊，是唔对啦？啊，无政府定下底讲，是唔是安尼？什么出资移民，反资移民，对唔对啦？啊！你讲，拢讲好听话，是毋是啊？要我若做政府，我就是安尼，对毋对啦？毋管讲你啥人咧讲啥物啊，放害放我，我咧讲啊，足济啊，对毋对？放害放我，以阿红来以较早的标准哦，即马拢大家拢放害放我啦，包括你讲讲话拢讲黄色的啦，吼、哦，对毋对？你也看。啊，哪会无放害方法？啊，你著干脆著甲开放就好啊嘛，迄哪有啥物啊？是毋？即马大家拢也行到安尼啊？是毋是叫人讲的时阵安尼啊？啊，连国中生嘛，嘛叫人讲啊，出去的时阵安尼啊，都爱戴保险套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拢教育安尼先啊？都叫人拢啊做迄代志要紧啊？啊，最后最好你就是啊保险一个啊，哦，较袂迄落啊。靠袂掉标，哦，唔对个时阵安尼啊，巴肚大起来，你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，你政府都会晓教人安尼，所以阿宏哦，对这种政府，我是啊，会使讲真不满哦，真不满。你著干脆安尼啊，好一个啊，赚个钱，啊来帮助这困苦的人，对不对？等于澳门那就需要很多，这个每个月都有钱通领啊。啊，来自于啥？来自于政府发给伊的啊，对不对？但伊免做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就等于伊嘛是当讲的一份嘛，变安尼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又服大家享嘛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国家嘛是安尼讲啊，对不对？要让人民来生活较爽的啊，对不对啦？吼、哦。好，来，咱继续。那么，刚在北检，哦，应讯的时阵人多啦，哦，因为有啊，我就较浓啊，我有食酒啊，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既然呾也无啥物，也无是干呐啉烧酒啦，尔，吼，也毋是讲有弄死人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。
都叫伊有认罪啊，即、這个记录写下好来签，嗯啊好，等通知，安尼就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自知理亏啦，主动和解啦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啊不小心啊，啊算讲应该是要右转，啊人边啊可能有停车，伊无注意看，结果伤紧啊。我动袂赴，这个弄落去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个情形。那么警方调查，江明钦因为怀疑因有酒后风神啊，其实应该唔是安尼是，唔是安尼。你个无饮酒的人嘛是安尼，安怎讲？因为要右转，就是赶紧要右转，目睭会看。倒手边，这边看有来车无？拢安尼，拢看这边有来车无？吼、哦，啊，结果无咧注意讲右转遐还佫有车。哦，有诶，甚至诶时阵，安尼伊诶路较短。哦，对，我想看卖啊，啊，即马无时间，让我去想迄落，因为右转啊，前面无偌远嘛，佫一个青红灯，对，就是安尼先。那么前面红灯，当然大家动车，啊，即马车多啊，啊，就动来到要到遮即个青红灯，啊，所以你即马青灯会当过嘛，所以啊，伊即个甘明钦，哦，即、這个名嘴，都右转啊，啊，右转是会当看这边啊，看啊，佫有人要冲红灯无啊，都一定是安尼啊，啊，结果啊一个转过来呢，发觉讲黄啊头前有车挡掉的。上班啊，这无饮酒嘛是安尼。哦，我咧讲诶，这阿宏知影，阿宏有开车知影。哦，这是安尼，毋是干那饮烧酒，风神的关系。哦，就是讲饮酒戆戆的关系，毋是。你搁较无饮酒，同款诶，即种情形吼、哦。啊，疏忽无毋对啦。哦，那么倒进车头，吼、哦。那么无小心去弄到前面王姓车主郑秋平的这个车头，对啊，安尼我咧讲就无唔对啊，对唔对？迄边咧动车要左转咧，爱动车啦。啊，伊右转的时阵啊，敢若目睭看倒车边看有车过来无？安尼啊，哦，看有冲红灯啊，伊青灯会当过啊，啊，但是看人啊，因为车多。拄好你无看，有诶拢嘛冲红灯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所以看倒手边，结果车迄个反倒路都碰过啊，啊碰过无伊讲安怎未过啦，啊所以伊倒手边诶即个车灯弄着伊前车后灯诶正手边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我咧讲安尼就对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是安尼啦，哦，迄个应该路遐迄个。是这种情形，哦，这种情形，唔相信你也看。但要挖迄、那个，虎林街一款，吼、哦，可能是遐迄角啊，遐才有，遐有靠巷啊，拢设有这个青红灯，啊，所以车侪都会造成这种问题。所以你若是有开车吼，拢到遐拢一定爱，唔是讲干呐到遐啦尔。你若要右转，一定拢看这边，啊，都爱阁看正手边，吼、哦，那安尼先才会出代志。你若突然间都唔知影讲啊，迄个快车道有停一挂车伫个啊，啊，那停一挂车，就是要左转嘛，啊，要左转，人迄头前个迄个直迄个先行，绿灯先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。伊红灯爱停啊，啊这边绿灯嘛是当行啊，所以去冲伫遐啦，吼、哦、情形都是安尼，吼、哦，来我咧讲诶吼，啊咱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啊有意见，还是你诶看法，吼无同款，还是用同款，你当会当。利用咱台北电话0229777138，
喂，请讲。哦，无啦，好好。这吼、哦，电话啊，拢无记录的。过来就是，你若是讲有意见，阿黄的讲法吼，有出入，啊，你拢会当利用咱台北电话控制02-977-7138，台北电话控制02-977-7138吼，继续。那么弄到王氏车主的这个郑秋平车顶后边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，那么双方面受损无严重，所以江明钦吼、哦、一再向被弄到的这个王氏车主啊来致歉啦，吼、哦，其实咧。并讲愿意啊，要来全部负责啦。当然爱甲修理较好啊，对不对？钣金喷漆拢爱冲较好，冲到伊会使嘛吼。那么王氏车主嘛愿意接受覆盖啊，只是被交通警察去看到车祸啊，啊，所以伊就既然甲安尼先，就先出甲你纠察啊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若要是我即个做交通警察，毋是讲工人弄到迄个漆。避弄到我嘛，甲你切啦，俺都是安尼想安尼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你被告是不是嘛爱提这个驾驶执照啊？行车执照、驾驶执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利用安尼，我就甲你切啦。因为啊，大家有小可啉少酒，都本来都拢超过的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？要切单嘛，大家嘛切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所以。被交通警察吼逮个正着啦，哦，那么江明钦被带到警察局，因为伊超过啊吼、哦，那么满面吼拢红光光，一再向警方表达伊的这个歉意啦吼，伊讲下晡的时阵啊，甲朋友吼啊伫个牛排馆的吼啊聚会啊啉两杯啊呢，吼啉两三杯红酒。哦、因为酒提，啊，才开车啊，回去安尼。车祸了后，相当后悔啦，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这是唔对的嘛，吼、哦。那么造成警方的这个困扰，啊，一直讲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吼、哦，来抱歉啊呢。不过江明钦被警方啊、送往这个台北地检署复讯了后，吼、哦，报出警讯室的时阵，有关。红公公啊，啊红公公，啊，这老实讲的，迄有诶未啉烧酒的，对不对？啉两杯啊，就红啊啦。会啉烧酒的未红啊，吼、哦，会啉烧酒的拢未红。吼、哦，那会啉，那啉烧酒的人，你就知影。正常啦，啉烧酒的红，迄拢较未啉烧酒的。那是会啉烧酒的面拢未红。哦，红拢看过啊。但阮大兄过去啉烧酒，阮也毋捌看伊面咧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喝几多罐的时候，甚至到尾都喝那个太白酒。哦，啊，如果我大兄还没骗我阿姑开那罐，啊，我大兄跟我阿姑学的，以前做阵，哦，啊，我阿姑有在喝烧酒，哦，我大汉姑也有在喝烧酒，他喝到到尾，都免酒配，那啤酒好啊，这样喝，那喝几多罐。哎，敢那咧啉茶啊！我看伊咧啉啊，吼、哦，一碗安尼咧啉，你甲想，伊拢袂像人讲会红，对不对？哦，即阿红有看到人咧啉烧酒，我有经验，唔是我啉烧酒有经验，是看人啉烧酒面会红甲袂红，那么我有经验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面啊红光光，吼、哦、啊。算讲，伊即个形容讲安尼，行路噗噗就对啦。啊，这个记者毋知有影无影，啊，就安加油加醋就对。哦，即我无现场啦，
那我现场我再看，欸，这是不是安尼啦？啊，这就出在伊讲了初，出在伊记者发布的啊，出在记者讲的啊。敢那伊在上节目嘛是同款啊，江明钦在上节目嘛是同款啊，啊出在伊在讲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安尼生啊，啊伊就要安尼报道啊，你变安怎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敢那你江明钦哦，你嘛是在讲啊，有甲无嘛是你咧讲个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当然啊，点点啊，无要讲安怎啊，啉烧酒搁车祸啊，当然唔对啊，点点无你要讲要叫人安怎，要叫人屁屁叫啊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人就点点啊，啊，表示讲啊人唔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就是人个风度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要是阿红，当然啊，爱甲鼓励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这就人啊，无你要叫人安怎？你认为讲？记者认为讲，伊爱对啊对这个警察大细声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你的报了较感觉较趣味吗？哦，所以有当时啊咧报道吼，啊，咱爱凭良心啦吼。来，那么江明钦定来参与政论节目，是电视科啊啊真有名的这个名嘴吼。那么曾经在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任教，真多各界警官拢是伊的学生啦吼。那么啊，甲警界关系真好。那么信义警分局五分派出所啊，处理本案的时阵速度真紧吼，而且啊无损伤啊，由分局侦察队派人直接。啊，甲派出所去接走这个江明钦，哦，在伊真紧的这个速度制作到指纹啊翕相了后，将到江送往送往这个台北地检署的，吼，哦，啊当然啦，啊这个吴明芒就是安尼啊，你个艺人嘛是同款啊，对不对？啊这本来就是无平等的嘛，所以咱人就是你爱看到底是安怎。哦，啊，若要讲这啊，这嘛是无平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来，咱听两首歌，稍等一下，再等下嘿。来，夜半路灯。
风情歌为多一半的渐渐散后来，咱继续搁登来现场吼。那么，咱即马所进行的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，那么到四点吼。那么时间啊，渐渐啊来
要结束啊吼。来，咱即马阁继续吼，啊来看即则新闻啊吼。啊，你若是讲啊有要参加吼，啊大家啊来探讨研究吼。来，咱台北电话02-29-77-138，台北电话02-29-77-138，咱即马现场吼。这一碗是啉烧酒驾驶，但是吼，这个标题吼，就是讲酒驾哦，啉烧酒驾驶，吓人第一惊哦。啊，都较早无咧实施酒测的时阵，大家拢嘛咧啉酒啊。啊，做所以啉酒习惯啊，啊，伊本来就开车啦、坐机车啦、种种的啦，对唔对？嗯，啊，都出门常常爱。爱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那么你若讲啊要坐客运车，贵三三倒一个会堪的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当然爱坐公车啦，啊，坐公车老实讲的，你要办代志，坐公车有诶拢袂付钱啦，啊，拢讲实在，吼、哦。那么骑士遭受弄死，卡伫个二楼的啦，吼、哦，这实在是未曾有诶。阿洪食遮侪下啊！哦，甲一阵啊，嘛无讲车祸的时阵啊，弄一个去调的这个招牌，吼、哦。那么咱若是看新闻，你啊看迄相，你就知影，吼、哦。弄这个车牌，迄个招牌，吼、哦。伊这个是这个算可能是我看，可能是。目镜行的款，吼、哦，伊一个镜哩，吼、哦，可能目镜的款，吼、哦。台中一起车祸，一名占线的女驾驶伫个路口左转的时阵，遭受到对向直行的这个轿车弄飞去15公尺，吼、哦。那么你甲想公尺啦吼，公尺哦，一公尺三尺三呢，吼、哦，啊三个一十五哇，20多尺哦，吼、哦，差不多20公尺吼、哦哦。那么人卡伫个附近店家二楼的这个招牌顶头，当场啊来死亡，吼、哦。那么初步研判，肇事。主因是机车女驾驶酒驾，吼，啉烧酒驾驶左转，啊，佫无予即个直行的即个车来行，加上轿车速度紧，当时车速至少伫90迈啊，90公里，吼、哦，轿车弄机车了后，瞬间女驾驶当场吼，啊，就飞去15公尺，吼、哦，那么惊险的这个画面呐，吼、哦，可能无迄监视器的款啦，吼、哦，是了后个记者个翕的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全被哦有全被监视器啊来翕落来，警方到场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一度找无这个女驾驶，吼、哦，原来伊是被弄飞伫附近店家。二楼的这个招牌顶头，哦，人卡伫个顶头，哦，当场啊来死亡。车祸现场的这个地上留下刹车痕，机车全面，哦，那么面目全非啦，哦，弄个脆糊糊，哦，那么惨害脆满地，轿车震动的这个玻璃，哦，那么嘛因为撞击的这个力度。真大，哦啊，整规片的这个玻璃拢脆严严的着，哦，车头嘛已经扭曲啊来变形，哦，啊个波及到停在路边的这个汽车，哦，那么规台车尾，哦，车的这个尾溜，哦，拢凹落去，保险。算讲，这个
迄、那个保险杆嘛，弄伫个即个即个涂骹了着，吼、哦。陆家树经研会了后，吼、哦，酒测大家，哦，这才是啉醉啊，吼、哦。那么一点空地的你个想法嘛？当时伊骑车左转，阁无让即个即、這个直行的即个轿车是。做事的这个主因啊，加上当时伊这个轿车速度真紧，至少90迈以上，弄急的这个瞬间，吼、哦，伊个重力加速，吼、哦，重力加速度，才会乎这个女驾驶碰对啊，这个遐尼啊远，这个入去这个招牌的顶头，造成无法挽救。的这个悲剧啦，吼！啊，那安尼生，就是即卖就是安尼。虽然讲你这个机车唔对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的时阵啊，啊你，你这个赛车人，你嘛有责任嘛，吼，对不对？有啥物责任？就是讲你应注意无注意啦，哦，伊这发条就是安尼，应注意无注意啊，啊，结果你甲弄死去，啊，你嘛是同款啦，是责任较轻啦，但是死人哦，迄个至少拢。赔了几啊十万，几百万都爱啊，对不对？有诶，弄一个人拢爱几啊百万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但是伊那伊比较着，伊死者较离开啊，啊，当然你家看家属啦，看死者家属啦。哦，死者家属当然啦，伊要争取啊，一个人无去啊，当然伊嘛要告家你迄款哦，赢是赢啦，但是赔偿。可能就较成问题啦。哦，你本来换作讲照法官咧判过去的这个经验，譬如讲那安尼生，哦，这种的哦赔迄落判赔，哦100万来讲，即马有可能存款70万、60万无。哦，因为安那，因为伊这个伊这个啉酒驾驶啊，哦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个迄个什么呀？迄个赛车的人，你搁啊酒测，换作讲伊搁酒测我，啊嘛是搁重啊，哦啊安尼这边嘛搁较有理由啊，哦就是安尼先啊，两个拢酒测啊，啊两个拢唔对啊，哦对不对啦？哦这个就是安尼先啊，哦这是有关啊这个今日吼啊咱这个题目啊拢是酒驾，哦拢是酒驾，提供大家啊网友。来做参考啦，哈！来有问题，唔免客气，咱台北电话02297771138，台北电话02297771138。来，敢有人要参考看卖啊？无哈？啊那无，啊咱就要结束咱今日的节目了，哈！来，感谢各位。而且收看其他一回跟这个网络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了。